复习惊天动地，上观天文，下覆地理，太极两仪，四象八卦，离干观仪，启动玄机，龙马跃出河图，神龟现动罗书，大地之道卦中显，万步演变地道中。哦将不息是精神，偶等载物是胸怀，随遇而安是境界，开悟成悟是智慧。今日以来，我们讲完八卦中震卦为体卦的八个卦，又讲到离卦为体卦的八个卦。今日来讲离卦为体卦的最后两卦，革同人。首先是革卦。革卦上卦为兑为金，下卦为离为火。革卦为革旧立新之象，象征着变革。兑为金，金石经火锻造可成新器，变旧成新，故曰革。随着国家的发展，很多旧的法制已经不能跟上前进的步伐，因势利导就需要变革。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，此乃变革之大义。革己日乃福，元亨利贞毁亡。革卦象征变革，在四日变革旧的事物，弃旧立新，能够使民众深深的信服，得到民众的追随，前途通畅。只有坚守着不断的变革之道，跟上局势的需要，就会取得成功。因为变革抓住了时机，悔恨自然也就消失，否则后悔晚矣。四日是十二地之中的四日，这表示时间概念，预示着变革需要等待时机。变革就是一个新的开始，故具有元亨利贞四格。初九，拱用黄牛之格。变革的时机未到，为了巩固基础，
不能轻举妄动，故用黄牛革将其捆住。这里以黄牛之革来比喻时机未到不可妄动的重要性。因为很多时候人们见了一点点利益就轻举妄动，错失良机而后悔莫及，故用黄牛之革以束缚。六二，四日乃革之，征集无咎。四日已到，进行变革，时机成熟，必然是功效全备，变革的前途必然畅通无阻，也避免了错误发生。以黄牛之革束缚到四日，就是等待变革的时机，变革的利益惠及民众，举国上下呼应，变革自然成功。变革给国家人民带来利益，虽然改变了很多旧的法规，但不会犯错误。大周的建立就是因为变革了很多不合民意的商纣时期的法制。九三，征凶真利，格言三就有福。变革虽然带来利益，可因为急于求成，计划不周详，使大多数人难以接受转变观点。用这样的改革方案去执行，不但变革不能进行，反而会引发祸端。若不能及时修正，更是弊大于利，造成社会局势动荡不安。对于变革的方法，要多次研究，周密考虑，多听证百姓的意见，以赢得人们的信赖，才可以顺利进行。对于变革而言，应深入人心，百姓拥护，若是百姓无利益可言，则改革受阻，前功尽弃。九四，毁亡有福改命吉。不正确的改革方法要及时修正，变革才得以进行。变革的本身就是变，变得符合国民需要，及时修正变革的策略，就能避免挫折失败的发生，也就消逝了悔恨。变革方案首先要有利于百姓，这样才能推动变革，让百姓接受，变革才能成功。九五，大人虎变，未沾有福。伟大的人物像猛虎一般进行变革，因为天时地利人和都已经符合，这时不需要问神占卜，因其诚信美德已经深入民心，变革必然会成功。大人物实行变革，为国为民，不需要犹豫，因为其美德诚信已经感化百姓，得到百姓的信任。上六，君子报变，小人革面，争凶居贞吉。即使是君子，在没有任何基础的情况下突然进行变革，就像小人突然改变旧日的面孔，这样没有准备、没有基础的实行改革，百姓都难以接受，必然是祸端无穷。坚持当下，经过详细周密的策划与诚信的积累，深得民心拥戴，才能推行变革，造福国民。好，革卦到此就结束了。
洋洋，先交给我吧。能，好吧。嗨，变革首先要选对时机，切不可盲目而行，要赢得上下的认可和信服。变革要利国利民，绝不可营私舞弊，动机要纯，方法要得当，急于一时会导致根基不稳，功亏一篑。不能急于求成啊。是啊，时机未到。渔夫大哥，有些日子不见了。刚到没一会儿，最近我那外甥身体不好，哎，家人都担心得厉害，我正忙着给他寻医问药呢。老哥，昨天您说的就是这事吧？哎，正是此事。哦，那你那外甥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？哎，是个怪病，家里也找过两位郎中来看，都查不出得的是什么病。都有什么症状呢？哎，说起这病症就一个字，怪。怕，怕见人。我还当是什么呢，遇到生人不想见也很正常的。怕见生人还说得过去，可他连熟人都怕。还真是奇怪啊。还有更奇怪的是，他不但怕见人，还怕见光。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现在门也不出，人也不见，时不时的还喊胸口疼。他家三代单传，这一家老小可给急坏了。还有怕见光的，会不会眼睛有什么问题呀？如果眼睛有问题，那胸疼如何解释？也是。老哥，您外甥平日里饮食很不规律吧？对，他确实很不规律。那您回家看看他的舌头，是不是舌头边沿以及舌尖深红，而中间舌苔黄腻？问问他是不是常常口中犯苦？他是说过嘴里总有苦味。先生，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他那不是胸口疼，而是胃疼。因为平日里饮食不节，并受了湿邪，湿热相遇得了胃病。那先生可知祛病药方？此病需要化湿清热，可取黄连、大黄、连翘、白花蛇草等草药煎药服用，会有显见疗效。黄连、大黄、连翘、白花蛇蛇草，哎呀，真是多谢先生啊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高人讲不大道的地方啊。哎呀，我明白了，你说的也是这里。原来我们说的都是一样的。哦，两位老哥，您二位认识？是啊，前几天我和渔夫老哥一同吃酒，我提起在这里听先生讲学的事情，不想老哥说他也遇到一位世外高人，酒后有些激动，我们正得面红耳赤，都认为自己遇到的才是真正的高人，今日才明白。原来你二人说的是同一个地方，同一个人呐。刚才听你们说什么黄连连翘，说的什么呀？哎，就是我外甥的病。怎么样了？好些了没有？没有，不过刚才先生已经详细询问了我外甥的病症，现在已经知道是什么病了。刚才说黄连、大黄、连翘都是治病的草药。那太好了，我成天打柴也会遇到一些草药，以后我帮你留意着，遇到就采回去给你。
那太好了，真是谢谢老弟了。真好。好，这休息之时也有不少惊喜，大家都平复平复，我们来继续讲卦吧。革之后为同人。同人卦上卦为乾为天，下卦为离为火。离卦象征太阳，乾卦象征天，太阳为天的外象，二者名相相同，故曰同人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成就事业需要志同道合之人相助，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，齐心协力，再大的困难都可以征服，取得胜利。君子要明白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的道理，明辨事物，求同存异，团结众人，方能治理天下。对于个人而言，能与天道同进退，顺应四时，则是和天道同为一人，此为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。同人，同人于野，亨，立涉大川，立君子贞。同人卦象征着人与人志同道合，人与天地和睦相处，在荒野的贫民中弘扬大道时，遇上志同道合的人，二人结伴同行，更有利于弘扬大道，这是大道的亨通之象。两人相互帮助，有利于解决困难，化解难题，这些只有君子才能做到啊。初九，同人于门，无咎。同人于门，这是品德与学术的吸引力。君子德才美名传扬，朋友自己上门来切磋心得，弘扬道法，实乃大吉之事。在学术与品德上相互交流，取长补短，当然是无咎啊。先生，我俩一起来听您讲道，算不算是您说的志同道合的人呢？樵夫老弟与渔夫大哥还有大家，其实都是志同道合的人呐。哎呀，渔夫大哥，看来我们大家都是同道中人了。六二，同人于宗，吝。在学术行为上，只和本宗本派的人交流，不去向外接触新的学术思想，就是井底之蛙，必然不利于提高和发展。同人要积极对外交流学习，不要过于保守，否则难成大事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同各个阶层的人士广泛交流，才能有利于提高和发展。九三，芙蓉于莽，生其高龄，三岁不兴。把军队埋伏在密林草莽之中，占据附近的制高点，频频瞭望，使敌人三年都不敢兴兵犯境。能使敌人三年不敢进犯，使军队上下同心，团结一致，积极防御的结果。这样的军威使敌人望而生畏，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。九四，成其庸，福克公，吉。占据有利地形，包围了城市，并没有发动攻击，是吉祥的。
虽然是两军对垒，战争一触即发，可是通过谈判，双方达成停战协议，没有造成伤害，自然是有利于国家与百姓。停战是双方达成共识的结果，是双方同仁思想的表现。停战使士兵百姓免于战争的苦难，品德高尚啊。九五同仁，先嚎啕而后笑，大师客相遇。很多人聚集在一起，先是大声痛哭，后来破涕为笑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面对强大的敌人，或者面临生死的困境，当大家齐心合力，以少胜多，作战告捷，摆脱困境时，两师相会的场面。困难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团队的自信心。只要是精诚团结，哪怕是再强大的敌人，再强大的困难，也可以战胜。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上九，同人于交，无悔。只要你具有优秀的品德与学术，即使在荒郊也可遇到志同道合的友人。虽然地方有点不妥，但不影响他们共同的志向。到上九爻，马上要发生变化。从初爻的野到上九的郊，已经是慢慢的接近城市的边缘。结识志同道合的人，大展身手的时机就要到来了。对于君子而言，遇到同人，即使不能同事业，但可以秉烛长谈，交流学术思想，也是一件美事，没什么遗憾的。同人卦到此就讲完了，同时整个离卦体卦组也就讲完了。大家是否还有什么疑问？我去了，嘿。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，而团结的力量是无穷的。不分出身、地域、阶层，只要志同道合者相聚一处，同心协力，再大的困难都可以征服。若是个人刚愎自用，不知道团结，自视清高，脱离群众，自然是一事无成，耽误人生。那今日我们就将离卦为体的八个卦结束了，明日开始讲对卦为体卦的头两个卦。今日就到这里吧，明日再见。谢谢先生。谢先生。